最近台湾有人在提倡要把客家话叫台语，这个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提倡，就是把你客家的那个语言的特质就要把它消除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下，怎么样能继续保存我自己客家的文化跟这个语系跟人的精神信仰核心价值这个传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整个看台湾客家跟大陆客家，我们必须把它摆在一个大的客家的这个思维下，你才不会用一个狭隘的心态去把它自己约束。所以怎么样做好这个大客家课题，我觉得是今后大家一个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